自爆风流史，76岁林建明痴靓妹回春。一见到佢，你会谂起啲咩咧？佢公司旗下曾经有过嘅靓模，一定系佢嘅风流史咧？大明娱乐老板林建明日前接受有线访问，大方讲佢同啲后生女女嘅拍拖感受，话试过同19岁嘅女友拍拖噶，哇，做佢个孙都得啦。佢又话同后生女拍拖好开心，自己好似变young咗咁。林建明都摆明知道啲女仔点解同佢一齐噶啦，一切咪因为吓，仲话会照顾佢哋嘅生活，等佢哋生活冇问题。不过佢哋大啲就帮唔到㗎啦，因为佢哋要更大嘅发展，到时就会自自然然唔揾佢呀。76岁人经历过两次婚姻失败，林建明就话离婚好痛苦，所以而家只係想揾个人陪，最好就唔使结婚咁话。